看到啊，我看看，现在中午了啊，我买了点这个凉菜啊，去我丈母娘那个店里面给他们搭伙啊。我老丈人今天也在啊，因为中午我们家里面就没煮饭，我现在过去他们那里吃啊，买了点肉，现在过去啊。是吧？给，烧不了。还没有。那个凉菜打个火。你到处买的时候还要买凉菜哦。不是，是买点那个点肉。买点肉。你打包来打包回家。打包回家。还好。哎，买起来旁边那个小屋你煮出来了，你把那锅酒拿起来给你。要不然在工作回来带带点酒，也不怎么好喝。贵州茅台集团，耶，这是哪送的？你的老板送的，哎，你烧不烧？老板送的，正好，这样子，那是我才酒，哈哈，打包，来，打包也打包好了，哎呀，打包的，啊，那这来炒个河粉，猪食啊？哦，炒河粉，炒米粉，啊，炒面，炒饭，看你们就在你们吃了样，点哪样啊？那么吃炒饭？哎，吃炒饭啊。好，那我去把饭炒了之后你们喝嘛，你们两个人先喝酒，我去炒饭，我去炒饭。所以这个就是近的好处啊，丈母娘来做饭吧。好，说了好久啊，嘿嘿。就是连老丈人上来的时候，我回来的时候啊，在家里面吃了一顿饭。然后我又去那个房车露营地了，所以说就没机会聊喝酒啊。看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炒饭炒好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好红润，好红润，别人，丈母娘吃的越来越好了啊！把这碗，来吧，要有肉有蛋，不要不要，尝一下啊，不能说你的身体很软，来，拿来。这种感觉就是好啊，近。然后随时过来也有好吃的啊。现在我爸带着小孩回家去了，现在就上面就丈母娘，然后还有老丈人啊，还有女主啊，就我们几个人啊。然后马上要过年了啊，丈母娘他们应该也是再过几天，到时候就要把店先关了，然后等年后再开了啊。然后到时候我们都回去过年了，今天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来，认错。又炒了个河粉啊，炒面、炒河粉、炒饭、炒米粉的，这是它的特色。快说吧！你知道一上来我给快请你拿钱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也没拿着。哎呀，两个手伸来。这个两个房间的人，穿起晒晒好天啊！啊，我们吃饭了。真的这个做得好啊，丈母娘厨艺好，来，老丈人我们又有共同的爱好喝酒啊，哈哈。啊，昨天就说的。哎呀，我把龙娘过来喝酒，坐嘞，你没过来。我拿了两瓶好酒啊，你就赏了我吧。老板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拜拜。